同学呢度嘅传承嘅任务，咁请你喺十秒之内判断呢一幅图呢一位同学系啱定系唔啱嘅，并且讲述原因啦。我觉得咧呢、這个同学系唔啱嘅，因为咧佢咧系睇咗地下本书咧，佢唔直接讲俾老师听，反而仲去抄，咁咧系非常唔正确嘅行为，会影响到一个考试嘅公正咯。呢位同学判断系非常正确噶。